家好。那么这个上面一次课呀，我们讲到了清政府内部啊，就是资政院内部啊出现的这种论驳上谕的风潮啊。那么十一月初啊，这个论驳上谕的风潮还没有结束啊。那么接着呢，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那么到了十一月二十二号啊，那么资政院内再次发生了啊更为激烈的弹劾军机大臣理论上谕的这么一个风潮啊，这次比上次呢，这个激烈程度还要大。那么在这个会上啊，这个议长宣读了两条上谕，一个上谕就是资政院议决的云南这个盐津这个盐要加价，那么上谕呢就命令把资政院议决的这个云南盐津加价案交给督办政务处来查办啊，这是一个上谕。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命令把这个有关巡警学堂的啊这个拒走案，这都是这个资政院讨论过的啊，把这个拒走案呢移交给呢民政部来查办。那么这个上谕颁布之后，资政院的议员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怀疑啊，或者产生很大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样做啊就是否定了资政院的这种议决权。那么按照清政府的设想，这个资政院呢大概就相当于这个自治领国家的这个议院。那么他们说资政院议决的一些东西交到了行政部门去做，那么就等于是宣布这个督办政务处还有民政部是资政院的上司啊，是他的一个领导机关。那么因此资政院的议员对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不满，再次激起了一个轩然大波，要弹劾这个军机大臣。那么议论上谕。那么当时呢，这个议院当中这些议员呢，就资政院议员呢，大概有两种人啊，两种意见。那么一部分人就是把这种斗争的矛头、批评的矛头是指向了这个草拟这两道上谕的军机大臣。说这军机大臣是用上谕的名义运自己的私意啊，说这军机大臣舞文弄墨是吧，是营私舞弊，说这些大臣军机大臣是侵资政院的权，违资政院的法啊，要求弹劾军机大臣。那么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啊，那么开始对上谕表示不满了啊，含沙射影啊，旁敲侧击。那么像议员罗杰啊，他就曾经讲，他说本议员呢不敢对上谕质疑，但现在既是立宪政体，则专制政体当以消灭。什么意思啊？就说呢，我对于上谕当然我不敢讲，说但是什么呢，你现在清政府说你是立宪呢，你既然是立宪了，专制政体就应该消灭，就不能够采取这个专制政体的办法。可见他当时胆子也是很大的。那么还有这个议员啊，叫做牟林啊，他也说，他说资政院的这个拒奏啊，皇上说可就可，说否就否，这本是君主的大权啊，我上奏了，你说可行就行，你说不行就不行，那这你皇帝的大权。他说但是若将我们全体议决的事情交到行政衙门去议，试问这个理由安在？哪有这个道理啊，是吧？我们是全国舆论的啊，全国人民的代表，是吧？我们对于君主大权无可奈何，但是你不能够把我们一决的一些这个议案交给行政部门去做呀，没有这个道理啊。就是这些议员对于上谕这种不满的这种情绪啊，可以说表露无遗。那么这个资政院的议员是吧，很气愤很激愤，那么讲话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些过格的话啊，违规越矩。那么这样的话，在这个一次会议上，这个议长就说啊，警告这些议员啊，说有人说了一句话叫做君上结怨于天下啊，说这句话不好，有欠检点啊，说议员们以后你们再说要注意。那么这个议长说完这句话之后，
有个议员叫做江欣，江欣当时啊就站起来啊反驳，说什么呢？他说：“凡隆盛之朝，主圣臣职啊，就是那种盛世啊。这个做这个君主的人啊，他是很圣明的，这个臣子就会很敢于直言。说断没有唯唯诺诺者，若是讳而不言，深恐国将瓦解。”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让这些大臣们，不让议员们说话啊，这个臣不直，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这个做君主的这个皇帝的不够正啊，不够圣。那么对这个上谕啊进行了批评。那么资政院的议员啊多次弹劾军机大臣理论上谕啊，使得这个载沣啊非常的不满。那么这个12月18号，载沣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我不用军机处啊，不用让他们起草这个上谕，我直接是吧用朱笔，我直接写上谕啊。那么这样呢，这个资政院的议员就没有办法攻击这个军机大臣了啊。那么他写这个朱谕啊，就以一种非常严厉啊而又非常轻蔑的这口吻训斥资政院议员，说什么呢？说军机大臣负责任不负责任啊，以及是不是设立责任内阁这个事情，说朝廷自有权衡，非该院总裁所得善誉。那么他这说军机大臣负不负责任呢？什么时候成立资政院呢？这个事情由朝廷来决定，资政院的总裁你是不能管这个事情的。那么这个上谕啊，表面上说的是资政院的议长总裁，那么实际上是在警告这些议员们啊，你不要干预朝政。那么在同一天颁布的另外一个朱谕啊，他对于军机大臣表示这种挽留，是吧，就说你们这些军机大臣是吧是尽力的辅弼，你们做的都很好啊，这个朝廷都知道啊，朝廷自能洞见。那么这是什么呢？说载沣在以皇权来保护军机大臣，是吧，载沣直接把自己置于同资政院议员对立的地位，是吧，你资政院的议员你批评啊这些军机大臣，那么我说军机大臣很好，我挽留他，这不是公开和这个资政院议员呢那么这个闹对立。那么这个时候资政院的议员那么考虑到啊这两道朱谕很严厉啊，那么他们呢真的是很难再讲话了，再讲话就会触及到这个王权的权威。那么但是资政院议员没有就此而停止啊，没有就此而沉寂下去，而是再次掀起了一个啊批评上谕的这么一个风潮啊，揭露清政府这假立宪的面目。有一个议员叫做李素啊，那么李素就讲说这个上谕一出来啊，那么外国人就都知道我们国家所标榜的立宪是假的啊，因为清政府呢是在1906年之后说清政府要改变专制政体，改变成了君主立宪政体啊。李素说你这么一搞，人家外国都知道了，说我们国家立宪是假的，你还是在搞专制。那么其他议员也说啊，从此以后真立宪假立宪的现象乃渐渐看得出来。有的议员说啊，说载沣的这次朱谕啊是援引宪法大纲啊，我们呢也可以援引宪法大纲，那说他要利用宪法大纲同载沣唱对台戏。那么这个当时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那么从此以后资政院内的这个议员对于上谕对于载沣的批评啊，不再是罔顾左右而言他，遮遮掩掩啊，不再是噤若寒蝉啊，可以说是直言不讳啊，无所顾忌了。有一个议员叫做刘春霖啊，刘春霖呢曾经是这个清王朝的状元啊，状元郎。刘春霖他就继续的公开鼓动说以后我们再去做的话
进可直言，我们可以实话实说啊，这个话是这个直言，不必隐晦。他说摄政王载沣昨天这个珠玉于将来君主地位非常危险。他说从古以来啊，说我们中国历史上从古以来啊，凡是圣君贤王都是以纳谏改过为美的。他说因此呢，我们不必啊再像这个载沣上奏折的时候都是一些阿谀奉承的一些这个陈词。他说呢，如果说皇帝的话没有错误，没有不对的地方，说这个呢不是资政院议员要讲的。他说我们呢作为资政院议员是参与国政，参与国家大事啊，我们责任很重大呀，叫做一言系国家安危。他说我看啊，摄政王这个珠玉啊，说这个摄政王啊，可以反映出这摄政王啊对于这个立宪政体没有十分研究。我说载沣啊，你根本不懂这个什么叫立宪，没有研究。那么刘春霖的这段话应该说呢是很致命的啊，说是很要害的。那么在载沣听来呢是很刺耳的。那么有的议员就警告刘春霖啊，说你说话一定要注意。为什么呢？说已经有的人向清政府告密了，说资政院的议员啊整天在胡闹啊，啊说必须要按照戊戌年办几个人不可。什么意思？就是指的戊戌变法的时候，清政府不是杀了这个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说现在这议员又胡闹了，是吧？要按照戊戌变法以后那样杀几个人，那么可以是杀敌以宪的，是吧？凶相毕露。那么这个时候，刘春霖听完之后，啊，当时是面无惧色，啊，表现出一种党卫的精神，他就说。说本源受先朝特达之职，什么意思？他是先朝光绪朝的状元，是吧？受先朝特达之职，今日又为国民代表，我现在呢又代表国民，断不敢做谄谀的话，阿谀奉承，来贻误全局。他说，就是本议员见了监国摄政王也是这样说。说我不但在资政院我这样讲，是吧？我见了这个摄政王载沣，我同样也是这样讲。啊，他说这次珠玉与先朝就是光绪朝立宪主义很不相符。你直接批评啊这个载沣，是吧？你没有按照光绪朝这个立宪的精神，是吧？来治国理政，你搞的还是专制主义那一套，是吧？我是国民代表，我有话我就要讲，啊，表明我的政治观点。那么资政院议员呢，就是在首都北京，是吧？在天子脚下，是吧？群起来理论上谕，揭露清政府这种假立宪真专制的这么一种面目。那么这个言辞之尖锐啊，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历次的论驳上谕风潮所没有的。就是我们看一看整个中国历史，就是这么激烈的批评皇帝的，以前也没有。这个资政院啊，这个议员对上谕的批评，啊，是晚清啊论驳上谕风潮的后一个阶段，啊。那么这个前面我们讲了这个清政府官员对于这个上谕的论驳，那是第一个阶段；资政院议员对于上谕的这个论驳是第二个阶段，后一个阶段。那么下边呢，我们讲这个第五个问题，啊，就是论驳上谕风潮的两个阶段及其特点。论驳上谕风潮的两个特点，啊，两个阶段及其特点。那么通过以上我们所讲的这个晚清论驳上谕的风潮，是吧？我们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呢，每一次发生这论驳上谕风潮的时候，那么都是国内外的，啊，这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啊，政治危机加深的时候，那么人们在议论帝王的这种行政之失的时候，啊，他都是讲一个什么问题呢？讲现在国家的要害被西夷所拒，啊，讲到中国这种危险的局面，说他们之所以要理论上谕，啊，皆为国家大局关系取见，
因关系国家大局，不敢缄默不言。那么这个特点就反映出了一种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这些官僚啊，或者中国的知识分子啊，他的一种爱国救国的政治思想理念啊，他是爱国的，要救国的啊。当然这个时候爱国还不是我们近代的这种民族主义的国家，是吧？那么这个国呢和朝廷呢是一致的。那么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啊，都体现了他们一种爱国的啊救国的这么一种理念啊。那么但是论博上谕风潮的前后两个阶段又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啊，或者有着两个重要的差异啊。哪两个重要差异？那么第一个，在前一个阶段论博上谕的人员当中啊，那么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官员啊，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官员。那么这些人他们是遵守着君为臣纲的这种政治伦理道德的，他们完全把自己看成是封建皇帝的一个臣子。那么在他们的思想当中，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忠君和爱国是一致的，忠君就是爱国，爱国就要忠君。那么他们议论上谕，他认为啊，这是我是在尽臣子事君之道，我是臣子，我要帮助皇帝治理国家，帮助皇帝纠正错误啊，是尽臣子之道啊，既是忠君又是爱国啊。那么这些人他们这个理论上谕没有超越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秩序这个范围啊，就是在封建统治秩序的范围里边啊来行动的。那么这个李文田在劝止同治皇帝啊要缓修圆明园的时候，他就明确的讲，是吧？就前面咱们讲到了，说你这个修圆明园会造成民怨沸腾，众官员所剥客者，顾皇上之民；所败坏者，顾皇上之天下。就是他们讨论这个问题啊，这个劝谏皇帝，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使清王朝这个国家机器运作的更加协调，更加有效果。我说达到一种内和谐和外适应，对内啊，那么它是和谐的啊，协调一致的，对外是吧，也能够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那么因此他们对于上谕的批评啊，是对于传统的封建统治机制的一种修复啊，而不是带有很大的政治斗争的色彩啊，或者说它不带有阶级斗争的色彩，它都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这些官员怎么样使统治阶级的这种统治机器更加有效，是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在后一个阶段论博上谕的风潮当中啊，这些论博上谕的人员当中虽然也有一些是统治阶级的成员啊，那么但是大部分成员都是一些半在朝半在野的政治身份，那么这些人不再把自己看作是封建帝王的臣子，而是看什么呢？说我们这些人是具有法律依据的国民，国家的公民，而不是臣民。那么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动啊，已经基本上摆脱了封建传统的这种束缚。那么他们是要求什么呢？要求这个国家啊，这个政府机构要在国家宪法和法治的范围内来寻求内和谐和外适应。那么这个时候资政院内的很多人对上谕的批评啊，带有了阶级之争的色彩，这些资政院的议员是代表了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啊，带有了阶级之争的色彩。那么在这一部分人看来，忠君和爱国不再是密不可分的了。那么他们是否忠君，那么要看这个君主是不是代表国家代表人民的利益，是吧？那么如果君主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那么这些人我就只讲爱国而不讲忠君。也就是说他们提出来，如果是君不君就可以臣不臣，你的君主不代表人民的利益，不代表国家利益，是吧？我就没有必要对你忠诚，因为什么？我不再是你封建皇帝的这个臣子，我是
具有宪法法律依据的国民，我不再对你皇帝负责，我是要对整个国家负责。那么这是啊，这个前后两个阶段啊，它的一些重要的差异，这是第一个差异。那么第二个差异，那么在前一个阶段论国上谕风潮的那个论国上谕的风潮当中，虽然说是人数众多啊，形成了一定的朝议力量，那么但是这些人都是一些无组织的自发行为，没有人去组织，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政治纲领政治要求。那么但是到了后一个阶段，在资政院内的一部分议员啊，他们有着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政治要求，就是要求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迅速的马上召开国会。那么在国会没有召开之前啊，他们就要求是吧，这个资政院要具有立法权，具有监督行政的权利，啊，就提倡这种三权分立。那么这些人在每次会议上啊，都是要大谈，啊，在中国唯此存亡的时候，除了开国会，没有救亡之法，啊，那么要求要速开国会。那么也就是说，资政院内这些议员已经不再是无组织状态，一盘散沙。而是处在一种半有组织的状态，啊，但是和后来这个政党还不完全一样，是吧？所以说，有的史料讲说，资政院内啊这些议员隐然若两党之对峙，也就是说，在资政院内的这些议员，他们和清政府的这种对抗、这种争论，已经具有了阶级之争的色彩。那么，这是我讲到的。这个资政，就是这个晚清论国上谕风潮当中的啊，这个两个不同的阶段，是吧？那么以及是吧，他们的一些不同特点。那么下边呢，我再简单讲一下第六个问题：晚清论国上谕风潮兴起的原因。那么在中国这个封建历史上，啊，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啊一些大臣批评帝王的事件。那么看历史上有过这事情，那么如果说我们看一看原因，大概是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这个帝王非常的昏庸或者非常暴虐，有些奸佞大臣篡夺了这个政权，把持了政权，这个朝纲败坏啊，民怨沸腾，是吧？那么有些元老重臣，是吧？那么对这个帝王进行一些劝谏，要求他们改善啊，归过。这是帝王不好，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是这个君主啊比较开明，比较圣明，那么这君主呢就标榜自己是亲贤纳谏，喜欢听别人批评，就像人们讲的是像唐太宗，是吧？那么愿意得到别人的一些批评，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一些正直的大臣勇于对这个君主呢进行规谏，进行批评。那么在历史上呢，就是对这个皇帝进行批评啊，大概是这么两种情况。那么晚清的几位皇帝啊，你比如说道光皇帝、咸丰皇帝，后边是光绪皇帝，啊不是同治皇帝啊，光绪皇帝。那么这几个皇帝，我们客观的讲，他不属于开明君主之列，并不是非常开明，也不是非常这个圣明。那么但是这几个皇帝也不是残暴之君。并不是非常欢迎。那么在短短的70年当中，这个论国上谕的风潮多次出现，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的、思想文化的、伦理价值的多重的这种因素啊，多重的原因。那么下边呢，我首先讲一讲这个社会政治层面的原因。那么就这个社会政治层面的原因而言。我想呢大概有两点值得一提或者值得一谈。第一点就是首先是因为这个时候传统的政治制度已经不能够适应已经急剧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这传统的这个政治制度统治机制不能够适应已经变化的这种国内外的形势。那么一般的说封建专制制度经过了几十年的演变
到了清代高度完善起来了，对于国内外的各种变局它都应该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那么但是进入近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入到中国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变，按照李鸿章的说法，就是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那么面对着这种急剧的变化，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以及它的统治方式就不能够适应这种变化的形势。那么无论是前一个阶段清政府的朝廷的这些大臣对君主的批评还是后一个阶段资政院的议员对于清政府假立宪真专制的批评那么实际上呢，都是人们要求清政府来调整他的统治机构，调整他的统治制度，改变他的统治方法，干什么呢？来适应国内外的变局那么来解除旧制度和新形势之间发生的这种严重的冲突是他们这么一种政治主张的一种反应这是社会政治方面原因的第一点。社会政治方面的第二点是因为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君主的言行关系到天下的安危。我们都知道，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一个帝王到底是贤良还是愚钝，性格怎么样是吧，脾气怎么样，政治举措怎么样，对于国家的政治影响都是很大的，是吧？皇帝他一个人呢，他是可以左右这个全国政局的。那么或者说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帝王的行为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每当帝王他的言行或者政治举措出现错误的时候，他不能够适应国内外的变局，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这个帝王他不但不能够代表全体国民，不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就连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也不能够代表，会危及到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这些统治阶级一方面担心国家的这种危亡，对吧？另外一方面呢，又拘守于传统的伦理道德，他又不能够彻底的推翻清政府，是吧？只能够对清朝皇帝采取这种批评的这种办法，希望能够促使皇帝能够克己改过，使这个封建皇帝重新回到整个封建秩序的一个最高维护者的地位，回到所有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代表者的位置上。那么这是我们讲的呢，晚清沦不上于这个风潮它的这个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那么关于这个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下次我们再讲它的思想文化层面和伦理价值方面的这个原因。